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친구는 싸우면서 얻는 법이지.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더 어려운 일 없어. 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翻译一下韩语，翻什么韩语？来了。兄弟，这帮不了你了呀！上来一开始这说话呢，这挺嚣张啊，小巨魔。不过猴打巨魔确实不好打。不让我吃经验，不让我吃经验，不让我吃经验，嗯？哎呦我操！妈了个巴子的，这么狠！狠呢，艾格勒。其实我看见他有个小兵马上升二了，直接回家啊！因为蜘蛛很有可能往上走了。完了，补不着，没办法，这个兵就是补不到的。旁边可能有人啊，这个蜘蛛一直没有出现。两种可能性，在这里犯病了，这巨魔。好，装甲猴一阶 W 走走位。赚五块，借波不亏。这没事，让他卡吧，卡不住。
这波可以等会儿钱啊、哦，正好出个水晶瓶。中路犯病了，哎，这英雄选出来就没一个赢，就这就是个赢不了的英雄。这大上把跟这奥比亚马也没啥关系。别来蜘蛛强杀我，求你了，蜘蛛别来。好的，我有打法就能转移仇恨的小伙子，硬敲我塔皮。破败啊！破败的话，一会儿的。这干嘛呀？这要干嘛呀？嗯？转吧，不行了都，你妈硬追呀！这样啊，先来个死刑。你们表面上看我好像是被他压，但其实他没有优势，我们俩是五五开的。只是我的补刀稍微少了，能有十刀左右吧，差不多十刀。哎呦，是他个小蜘蛛，这波不亏。哎，拿了条小龙还行，这就有点亏了。这蜘蛛过来了，本来我推波兵没什么事儿。我估摸的蜘蛛可能是搁那儿呢，找找他去。
他干嘛呢，兄弟？可以接受，奥巴马这波玩的不错啊。这轮着吗？不去吃兵。血钻，血钻呐！巨魔下去吃兵，那你中路就没有人吃兵了呀？上路继续推啊！看来上路吃，他中路就没法吃。不应该，这么点血还跑过来，还吃河蟹，兄弟是有点猖狂了，是有点。我的塔皮吃的挺多呀，吃了个满城塔皮，有点亏。啊，这波也不打就好了，这波不打我们血赚，打起来了呢，哎呀，我还死了，塔皮让这巨魔吃了好几层，然后这波我还得去下路去支援去，奥比亚马还死了，哎呀，那不用去了呢。我得吃好几波兵，我才能把这经济补回来。你们能听见外边的小孩哇啦哇啦的不？小心右边。巨魔又去了，再推一波。
nice 兄弟们，这回就补回来了，本来是没补回来，现在就补回了，漂亮兄弟们。我这塔拆得很舒服啊，不拆了，蜘蛛来了给我收了，溜了溜了。该我出山了，轮到我了。跑得真是快呀，小把小孩杀了，你让我犯罪呀大哥呀，你怎么就说主播犯罪呢？把窗户关上吧，声太大了，太吵得慌。换了吧。哎呦啊，我这动都没动过一下，哎呀。锤石也放 R 了。两个啊，这闪现可以啊，小炮死了，他没有 R， 他没有 R。没眼儿，打死他！完了，我为什么把眼儿给放了呀？回家吧。小龙可以要，把这个打了吧，我就不费蓝了啊。要干一波啊，能不能让我动一下？嗯，能不能？没事，兄弟们，大龙。
好难受。不行，我即使我跟你们说，我即使啊，这把的战绩不咋好看，我们也不能没用。先出血手那就没用了，我们就整个就混着了。玩猴不能混啊，记住。猴这不是个混英雄，这死亡之舞这是必备的。这奥比亚马可太可恨了，他要把我上路兵还给我收了，你说他像不像个人？你说可恨，真可恨呢。没事，齐亚娜打不过我。巨魔都要拆到家了，不行了。还好他没继续拆，他继续拆我们的塔没了，还好。现在如果艾赫被直接定住秒了，我们家就输了。不能让艾克死掉。我到处找眼儿，我实在是没地方传，你知道吗？喜欢你。没事，锤石追不上，武术还被打断了。这玩意儿像个鬼一样。坠金儿了，谁的金儿？谢谢大西哥的飞金儿，感谢大西哥。哎呀，这把这装备啊，实在是不咋地。小龙了呀，老弟。把下路线收了，兄弟。点什么问号啊，大哥，我还一分钱不要了，不把我当人是不是？
还行，杀个蜘蛛。奥边马往人脸上穿，确实是不咋地啊。妈呀！给人打中了。对面不会打大龙吧？啊？对面会不会打大龙啊？不过还行，这两波我收了点人头，我把蜘蛛杀了两回。没关系，死个辅助，他们打不了龙，没事。我实在是没地方收钱呢，大哥呀。下路收一波吧，这波他收了多少资源收了我，你们知道吧，这个人他这个人收了我老了资源了，他团战上去一脸直接一秒就没，这不行啊老弟呀、啊，不能这样啊，你收这老些资源你不能没用啊。他们不知道我有没有船，没事。走了。不能打了，这不能打了，不能打了，不能再打了，这打不了了，我们血太少了，你万豪也没有多少血。OK， 我死亡柱。就狠了，我一下我就站起来了，我告诉你们，哎呀，不要再以为我是曾经的那只猴啊，这我的死亡之舞一做完，我直接我就站起来，谁也不好使，别说什么齐亚娜，但都没用。这回就可以带线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们家劣势局，但是感觉我们家好像比这边狠呢？几分钟了，现在30分钟了。我操了，我30分钟两件套，我打你妹，这怎么这么穷啊？
劫他一波。大哥呀，你别死了行不行？你 ADC 你老找人家单挑什么玩意儿呢？你一个 QQ 你半管这些，你怎么玩你说？可以要我的小子，没打就行，没打就行，没打就行。下路的线儿没法收啊，收吧，收不行了，巨魔在那里，再给我们家的推没了的。好想回家呀，但我又不敢回。这可能是要打了的。你干哈呢？你干哈呢？看住他，别让他传啊！别让他传，看住他！我们赶到战场。喜欢你呀，二换二，凑合地儿吧。哎呦我操，这也太背了，这都没死啊！没死呀，奥边马，这怎么都能没死？我操了，差一丝儿！哎呀，可太难了，兄弟，你可小心点儿啊！不是伤害地图天际，你看看齐亚娜杀多少个人，你再看看我杀多少个人，他杀的人都是这奥比亚马，这个逼死了十二把，你知道吗？我操了，他死了十二把。我们家早晚，我跟你说，得让这个人给带没，你看着呢，我感觉的都可准了。指不定哪个时候就带了一波，然后对面就开始打大龙。哎呀，这车没收着，实在挺闹心。
说春哥了，那中单都神装了，俺们这两件套。来是啊！打死他！还往前跑！哎呦我操！能一波不？剩他一个，点死他！漂亮一波！拿下！拿下！